但是我们已经抓到剧本，剧本就是这样的。今天转的有点怪，有吗？你们觉得我今天转的有点怪吗？素还真跟亚伯汉一样，队长换一下就好了。我觉得打起来差不多啊。我今天转的有怪吗？王二有风化开纳奇不好转，是是没错。那我们等一下王二开木哀，王一开纳奇，我们改变一下这个打法好不好？喇叭的实体没有，他只有寄这个键盘滑鼠跟耳机给我而已，他给我这个试用而已。喇叭的话，我就不知道了。哦，铁扇有点猛，有点猛。要买的话，记得点我的专辑连结，在我的直播下方有那个小许购买连结，谢谢。好，我们这边不能手交心齁，然后要打2000万，因为他血量1000多，1000多万被克死的要打2000万。隐身打他没伤害，给他打一下没差啦。好，刚刚我们这边不小心转到那个，这边小心点。先把左边那只打死，偷一下回合，完美，完美，真的是完美。OK， 这边可以带走了齁，烧一下是扣10%而已，还好。好，王一没炸不能打，可以啊。我没关系，我们等一下打到那边就知道了。你给他打一下之后再打他就好了，只是会有燃烧这个东西而已。没关系，我们这个剧本测试一下。这边我们偷个回合哦，有需要吗？好像也不需要偷了，直接打就好了。然后没有订阅的朋友也可以帮我订阅一下。我们王二再开木哀，这边先不要开。这边给他打一下，他会有燃烧，但是没有关系。我这边开这个。
好，龙科刚好跳，这边再开木哀，然后再开龙科。这样子不就过了吗？对不对？没铁扇伤害可能会不太够，对。那毕竟这关卡都是火属的嘛，你要用铁扇逆天，你要用纳吉逆天挡，我觉得没铁扇应该也是可以过，是，因为我铁扇嘛，我抽来就是要用啊，所以我就是要用铁扇。恭喜这个有铁扇的可以轻松过剧本，剧本就这样。木哀我觉得也不是必要啦，因为你自己看，你只要放个炮兵也是可以，对不对？那有人说纳奇木屋毒龙玩巨木基友也可以过啊。